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今儿中午还是面条啊，汤面条，这是昨天的生肘子，这是一块韭花俺姑弄的，面条菠菜，大家不是问大连为啥天天吃面条的，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。俺河南这边就是俺这中原地带，俺这是产粮大省，知道吧，然后种小麦的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就是炖炖面条，要不然都是大馒头，吃大馒头。你要是搁南方了，南方那边就是种米比较多，但是俺这边原阳那边种米啊，都是小面积种的。他那边应该是旱稻吧？他那边以前那个稻子还进贡的。啊，是进贡的米是吧？嗯。啊，还有这东北那边的米比较长，你要比如说印度那边的米还长。还是面条吧，咱就对面条啊，都对面条，不是说对面条不对面条的问题，问题是不对面条没啥吃。你要做出来花样了也没啥花样，你知道吧？你整天要如果是吃，我也看了，因为做这个自媒体的人比较多嘛，又是做鳄鱼嘞，又是做鲍鱼嘞，又是吃这吃那嘞，我这是比较符合农村人的就是日常生活吧，你要叫我吃那我也是吃不起，然后我也不会做那种东西，就简简单单一碗面条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。你坐这不着，我啥吃个点点根儿啊，热的个啥呀，你看我的，你看这是肉豆角米饭还有枣糕。昨天中午的那个猪蹄汤没舍得倒，下了面条。米菠菜。今天都不面对太阳做了。最近晒的黢又黑，你知道吗？晒的后背红啊。我这往上黑，我也不怕晒，挺多黑着这了，咋捂也捂不白。黑点黑吧，黑还别黑了，俺做的白也没抛弃。菠菜、蒜菜。蒜菜就是人家说的啥上海青是吧，蒜菜是上海青，蒜菜是不是上海青，就是上海青，就是啊，这是哎呀，你说上海青我都不知道啥上海青是吧。那个吃了啊，你吃啥？没，我吃的手洗碗。我早上不想吃，早上睡觉。能跟俺干干吗？我请恁吃大锅饭。你二娃，你让人家都不知道。你过去打他一截。好吃的，吃那个薯片那葫芦条，彪呀。嗯。你让彪拿。俺说这没吃的可不少啊。嗯，他也不少带。正常。我不吃那些，我都干不成活。就是个子。个子老小。个子不长。就是。我还长啥呀？长。长苦主意。人家往你往上涂了。不用涂了。叔没知道身高多高啊？我也不知道多高。俺叔这没那俩甩轱辘呢，人家没甩过他是吧？俺说俺坐着的，他可难着我了。我俩要是咱站着甩着，我也是，俺就是啊。我会打过他了。我要跟他捏捏，他是他站不起来。那我不放的，他给我捏捏呢，我都是翻不过。他就搁这胡乱撞，我给他身上拐了一下，我那给他。啊。不搁我搁那挑着坐着，他难着。我搁那胡搁身上胡乱的。一般人吃的还差我一点，就是你要弄不过他，要现在咱闹不成事啊！你老不嘴是不中，能俺俩吃了摔一锅是吧？嗯嗯嗯。你摔我也打不过你，你摔上都给我摔着了。你这我这，看看这搁起我也打不过你。那从那边弄的不少啊。俺姑弄的野韭菜花呀。也有些野韭菜。不知道他搁哪弄的，可好吃啊？我没见过。那就是咱。嗯，那开了一天八十啊，
看看前天。这是啥？那掐啥吧？脚不是有点掐都扭不了。啊，那掐了吧，没事给人家掐。那人家掐着你站着都拿不着。可不是，多少三倍？一天七十块。那都是按月干吧，还管？不吃吧，不倒呗。我不吃的。哎，我不吃。嗯，怎么难着睡？还是一个劲儿，还是出去玩，出去玩。不就这吗？咋他们走了？你多我都说不来，少了我说。三七二十二了，搁二十一。三七二十一，三七二十一搁二十三多了。就那老婆叫他也不装，人一看怪便宜，二十三块。啊。这一毛钱一斤，这一块钱。那是萝卜呀。哦，那一毛钱一斤这是便宜是吧？啊，怪不得杨杨他笑的都坐着都站不起来。迷住了，迷住了。你想一毛钱一斤，这一块钱都八斤，你想。是不是一毛钱一斤呢？不买买一块钱八斤。哎、有时候就是能糊住，是吧？才八一斤，说实话。我得迷过呀，我得。这个香粉，老说他啥的。